了，慢慢你练。人一定有几个好处，你一定要过这一关，是吧？天哪！是吧？除非他让我们什么真心的，对真心，只要你肯定真心，肯定都会啊，很好。发球，1-0。
这条线上没有。这边这边。就是他说我们就是要后面。你往那些你别去远，其实都去你身边少去了，是吧？这是对，不然更多的是往后推的，你自往你往前推，对，而且你发现了，因为你变了。说位置一个，你坚定一点，该怎么打？Thank you.
说他说的就你原来你一直往后一退的时候往后走就你不要往后退，就你加力，就你加力加满加满的，你一退的时候借力就完了，借上力了老缺了，甭缺了，就看你这先对着你加力，你这样是你发球发的啊，你注意点，正常应该是发球。他有的时候就问你，其实也变不好，对吧？有变不了，拖长了你就使劲转着。就相当于最高级的，但是人家你要拉底啊！第4局比赛，1-0发球，1-0。欢迎大家！
放到你脸上，人家肯定有这个好处，你一定要过这么一天，对吧？烟道是吧？除非他让我们什么继续比赛，对，这些烟只要一停，这些烟肯定没了啊，很好。1-0
再近一点的。再来就合适了。对吧？这里头跟心理非常好，就是切的，对吧？就是你想一想，你看他的工作你多远？对吧？你发现这个这往工作这还咋了？这样完以后我还想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我能接待你，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地方，是吧？自己能上台去，去挣钱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说，那应该。